没有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我拿到稿子上，上面写着啊，就是大张伟老师在娱乐圈混迹20余载。20余载，嚯，十几，是，然后没有20余载。啊，混在这样这么写的，混进在早市那几年也算。然后有这里面你的好朋友都写了，有鹿晗、张一山、易烊千玺，没写瞿颖啊？能写我吗？他这次叫都没叫我，你说能写我吗？啊，那请问鹿晗、张一山跟易烊千玺红呗？现在就因为红呗？对呀、啊，你最好的朋友是这几个男性的好朋友有鹿老、啊、有鹿老师，女性的好朋友。没有，然后那个没有瞿颖姐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生命中一共就有两个女性好朋友，就是、一个是瞿颖姐，一个贾玲老师，就剩这俩了，就剩这俩了。然后最好看的跟最好看的都在一起了，那个、是不是啊？那个沈凌，哦，沈凌是男性朋友。哎，对对，那个、看看天气，有时候天气好，有时候是男的，哎，看看天气。嗯，对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，不是，我问的是鹿晗。张一山跟易烊千玺哪个跟你关系更好？我现在跟你关系最好，我现在跟王自健关系是最好的。不可能，咱俩认识时间短呀，咱俩认识时间短呀。就是时候长的都关系不好了，就是因为时候短才会关系好。你不了解我，了解我之后你可恨我了啊。